欢迎来到越野之道驾巡川西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呢，越野之道拍过大大小小的节目，包括我国西部的三江源、俄罗斯远东的狮虎之路等等，走过国内外很多的路线。那么这一次呢，越野之道将驾驶两台北极卡车探索四川的西部。这里自然环境优美，独特的地理环境呢，也孕育了独特的人文景观和风俗。此次旅程呢，我们会穿越极具挑战的宝康路，探访著有世外桃源之称的莫斯卡，最终找寻鲜为人知的秘境阿克里。一路上有对大自然美景的惊呼，有高原精灵接连出现时候的惊喜，也有道路坍塌穿越悬崖的惊险。精彩万分的穿越之旅呢，就发生在这瑰丽险峻的川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越野之道海峰，这位呢是我好朋友大张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张。今天呢，我们在位于发现第一只大熊猫的宝兴县，从这里呢开启我们全新一季的越野之道游记。从这里开始呢，我们会沿着宝康路进行一个穿越，而宝康路的这个穿越路段堪称川西的独库公路，非常非常美丽。然后呢，过了宝康路之后呢，我们又会抵达中国非常非常著名的秘境莫斯卡村，这里呢也有世外桃源之称。然后从莫斯卡村再往后呢，我们会去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，然后非常非常秘境的地方。这里呢，我敢打赌90%的人是不知道的，95%的人没有来过这里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把最美的川西秘境呈现给大家。听说这条路线呢都以非铺装路面为主，而且都是 off road 的嘛。然后我们对车辆重新调教一下。他呢喜欢侧向支撑力好一些，所以调硬的。我呢更倾向于舒适度方面，所以我调软了一些。 OK， 那我们的旅程出发吧。走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将走出城市，由一开始的高楼林立到星星点点的房屋，一路上的风景呢也开始慢慢的出现变化。现在咱们走的这段路啊是宝康路，然后咱们沿着宝康路呢需要走40多公里的公路，然后进入穿越的路段。这段穿越路段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刺激，我觉得今天你们应该能感受到非常不一样的一天啊。这一段路我们需要翻越2个垭口，最高的垭口呢海拔4600米。听你这么说还是蛮期待的啊，尤其是你说路不好走的这段，刚才会车的时候已经略有体会，感觉确实不是特别容易能通过的。你看啊，白车那么重，会不会有陷车的可能性呢？那尽量不能呗。这个陷车，真的，如果要高海拔陷车，会不会特别刺激啊？宝康路是四川较为盛名的一条穿越路线，宝康路穿越作为川西之行开篇的第一集，带我感受充满神秘色彩的川西。从宝山县城一路向西北行驶，经过最后一个村庄叫中岗村之后，就进入了非铺装路面。四川地质灾害频发，作为北方人呢真的感受不到，而当地人仿佛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过了中岗村没多久，便遇到了第一处塌方。刚刚我们这边不断得到的消息就是，宝康路前面有一段塌方，因为之前的大雨把这个路基冲毁了，冲毁了之后呢，整个路已经塌陷下去了。刚才在路边碰到折返的车辆，所以我们还是想去看一下现场是什么样子。
OK， 然后现在是在这个所谓塌方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塌方现场实际环境怎么样。泥石流造成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，泥浆水从山上汇聚而下，冲垮了原本的路面，车辆根本不可能通行。当地村民只能从水流较小的地方搭起简易的木板桥才能通过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呢也只能原地等待挖掘机师傅疏通道路之后，才能继续我们的行程。相当于它下面这块已经完全被上面融片了的水已经冲垮了，冲垮了之后呢，原来这边应该是拿石头搭起的一个过河的地方吧。然后现在，当地人想过河的话，摩托车是 OK 的，然后路是 OK 的，但是过车现在是基本不能了。泥石流在当地真的很常见，在泥石流易发地两侧呢都早就备好了挖掘机，而驾驶员师傅正从保兴县赶来，想必将泥石流疏通开并不难，只是不知道需要等待多久。继而团队中有人提出了折返的建议，而我更倾向于坚持走完全程。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到了午饭时刻，挖掘机的司机师傅还是没来，大家心情开始烦躁了起来。很意外，附近的一处村民愿意给我们提供午餐和休息的地方。由于步路断了，我们现在在一个老乡家里边避暑，正当午时，大家肚子都比较饿了，所以在这里准备做个饭。老乡呢也比较热情，给我们拿了他们自己做的腊肉。腊肉这个东西吧，如果你目睹了风干的状态，绝对没有吃的念头。不过洗干净切成片拿来炒菜，味道是真不错。同行的石头呢炒了一个菜，村民大姐帮忙又炒了两道菜，一顿非常美味的午餐就这么的搞定了。辣椒放好了，这辣椒煸的就可以。由于刚刚进入宝康路，越野穿越也刚刚的开始，实在不想轻言放弃。过了很久，挖掘机师傅终于赶来了，开始了路面的修复工作。他现在是把上面的沙石往河里去填，填完了之后呢，把相当于路面要宽一些了嘛，然后这样车都从这边绕过去，因为那边一直有水往下冲，然后只有这一个地方上面架着桥的，所以要把桥给疏通。现在目前是这么一个状况，一个小时俩小时也是等，本来都等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就等不了。如果我们要去绕路，要绕回到夹心山，然后接着绕回到小金县，从小金县里边再完成穿越，我们太远了，并且失去了走这条路的意义所在。因为水流较大，土质很松软，挖掘机施工难度非常大，最终经历了两个小时左右才铺出一条非常窄的道路，我们才得以通行。第一个难关算是在外界的帮助下顺利通过。哇塞，刚才过那个桥的时候你心里紧不紧张啊？我觉得我特别担心它两边那个石头往下滑，因为这个背驮房车实在太重了。过这个心里还是有点虚的。没错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因为毕竟它没有，我感觉它那个钩机没有把那个土啊路基啊夯得太实，咱们车一压容易我两边继续出现塌方。欧了，这个只是刚刚开始啊，刚刚开始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小关卡。
咱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路要走，这段砂石路咱们尽量快点吧，因为后面的时间很紧迫，还有很长的路要穿越，并且越往里走越难。继续往里深入，路面变得糟糕起来，随处可见的乱石堆、流水冲垮的道路。CY404 改装提供的底护板呢，在这一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对于宝康路，我们也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在等着我们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我们便又遇到了一个难题。大张，大张，超超吗？可以，超超，请讲。咱们现在前面这个地儿比较艰险啊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路面呢塌方之后把正常的路给占了，然后呢左侧在这个悬崖边上有一个便道，然后咱们需要拐到这个便道上通过，然后因为这便道上目前都是一些乱石嘛，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两台车AT35 的 B 级卡车比较宽，所以一定要小心，然后我觉得要不你下车帮我看一下，然后我过去之后我再帮你看。好嘞，正有此意。来，辛苦辛苦。我帮你看一下最外侧。这样的路段对于经常在外奔波的我来说并不算常见，危险系数之高也让人唏嘘不已。这样一个容错率非常低的路段，放慢车速，把握好方向，加上100%的服从队友指挥，才能安全通过。哇塞，这段路真的太艰险了，现在差不多就是一个车宽，我车的右侧和它那个隔离带大概有15公分左右吧，我左侧已经是骑到了悬崖边上，这样再走，如果要是左边稍微有一点塌陷的话，整体就折下去了。哇，这个天哪，这个真是不是一般的，就需要有一定承受力，真的。我下去帮他看一眼去。贝陀房车顺利通过，接下来便是蓝色的北极卡车，我需要给大张做指挥。从行车记录仪的视角呢，就可以看出这个道路有多惊险，一侧是山谷，一侧是山体滑坡，加上山上流水，道路湿滑，一旦操作失误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好在有强大的将军 MP5 轮胎支持，更宽的接地面积以及更大的胎块提供了强有力的抓地，全程都无需担心轮胎出问题，也算是旅途中的一颗定心丸吧。OK， 顺利通过。感觉怎么样？很刺激，很惊险。就是，我觉得也就是今天天气好，如果要是稍微下点雨，两边的泥土再松一点的话，咱们车这么沉，很容易就自省下去了。只要稍微这边外侧的轮一侧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，咱们是幸运的，技术也杠杠的。这个可能只是进来了1/10。哇、哦，我很期待后面的路程。继续走吧，继续走吧。咱们现在过了这个小段路，也算是一个初体验了吧。然后继续前行，继续前行。争取天黑之前咱们能穿出去，这个是我最大的愿望。夜穿真的太艰险了。按目前的路况，我觉得够呛啊。啊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实在不行，山顶露营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咱这设备都是带的全乎的。
妥妥的。正如刚刚所说，这也仅仅进入了宝康路十分之一，而此时天色渐晚，夜晚穿越更为艰险。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，必须要加快进程。然而，当我们行驶没多久，刚到达宝康路52公里处时，眼前景象让我们所有人都无能为力。现在什么情况呢？我们刚上了几个之字弯，离刚才上一个路段大概只是走了几公里的样子吧。然后，据说有一个巨石挡在路中间，然后他再走进去看看。啊，有没有可能用绞盘转一转石头呢？想上去看看石头有多大，如果石头小的话，石头还是 OK， 如果石头太大的话，绞盘就断了。根据现场情况来看，很有可能由于前几日的降雨，雨水大量下渗，从而增加了山体表面的重量，加上土壤结构疏松，最终导致滑坡产生。如此大的滑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。石头太大了，这不是绞盘能蹬得动的了。其实这没有这个，没有那个，其实还好，这块都还好，好就是那两块大石头没戏，尤其这个你没法拽，一拽上面可能又塌下来了。现在其实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一个支撑点，导致塌方塌到这儿就截止了。对于如此大的滑坡，我们不能贸然使用绞盘拖拽大石块来清除路面。一旦下面的大石头被拖拽发生松动，上面的土石呢也会发生松动，很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，从而产生更大的滑坡。真的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哎，出来自驾穿越呢，常有的事儿。等了5个小时，然后以为这边穿过了，后来人家说前天有一车队过去了，然后咱们以为一直是这么走下去，没想到到这儿还是宝康路52公里处往前200米一处滑坡。这个点咱可以记录一下啊。真的，最关键其实这个倒无所谓，就是出来越野嘛，你能有的石头拿绞盘你拽一下，能给它拽到路边。像今天这个我们也不敢拽，但是呢，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回到宝兴县城，然后从宝兴县城我们还要继续往小金方向走。可能这一段路我们原本可能几十公里就过去了，但是我们现在要绕一大圈，我觉得这个特别烦，并且还要翻夹金山，夹金山海拔又4000多。嗯。然后现在呢，应该我没带表，现在是4:48，4:48。如果我们现在往回走的话，到夹金山有可能就是夜穿了，然后过了夹金山，我们再往小金走，这又是一大段路，真的这个，就是有点烦躁这种感觉，真的。没事，不要烦躁。那咱们走吧，走吧，先走着吧，一会儿先走着吧。如果要是半途实在就是不太好走了，或者说是太黑了，咱们夹金山山谷有一个特别风景特别好的地儿，记得吗？嗯，记得。咱们在栈道的那地儿啊。对，有栈道那地儿，其实我觉得那叫红军坪。对。咱们在那地儿露营也行。哎，对，正好咱们装备都带着呢，这个背驮房车背到现在了也没用过。我又充满希望了啊，露营是吧？嗯、不错不错。越野时候真的就是冷不丁的给自己一点喜悦，给自己一点开心的感觉，甭管真的是假的，我觉得也挺好。走吧，走吧。对于宝康路穿越而言，算是失败告终，我们不得不后撤，再经历一次来时各种的有难度的穿越。赶在天黑前出山也是迫切需要考虑的要素。7月末8月初的川西正值雨季，夜里在山中过夜还是有危险的。出于心中的无奈和对宝康路的憧憬，加上不知道下次是否还有机会再穿宝康路，我们决定第二天我们将从宝兴县出发，经过小金县，
越过4000多米的垭口，然后反穿我们心心念念的宝康路。这样走下来呢，路程将会大大的增加，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也会增加很多。现在回头想想，这绝对是特别明智的选择。如果没有反穿的这一幕，错过的不仅仅是美景，还有令人难忘的经历。随着海拔的逐渐攀升，地表植被发生很明显的变化。当翻过4000多米的垭口后，我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用云雾缭绕，犹如仙境来形容当时的景色绝不过分。虽然处于盛夏，但车外温度已经低于10度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兴奋地下车，记录着人间仙境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我们真的开车开到山顶了，看到这一片山，然后和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，这有旅行的意义，太爽了。哎呀，刚才不知道海拔多少，下车之后又蹦又跳，看到这个美丽的风景激动了一下，结果呢特别的喘，现在已经开始吸氧了，然后手有点发麻，所以我把氧气瓶准备好了，随时吸氧。不过深吸了几口气之外，现在我发现我缓过又活过来了，手又不那么麻了。但是氧气瓶我也要备着，万一呢？真的，其实经过这几天的就海拔忽高忽低的洗礼，我觉得我已经完全适应高海拔。现在目前海拔4200，在这儿我这溜达半天，又拍照又那什么的，完全 OK， 真的太爽了，这个感觉就是一点也头也不晕，哪儿也不疼，任何感觉都没有。你说这回北京会不会醉氧啊？哈哈，我现在是有点缺氧。哇塞，这个就是没什么语言能表达出来了，就是有朝一日还得再来，这个值得来再来一次。穿过4000多米的垭口，就到了反穿宝康路的路段。随着海拔慢慢的下降，草地也逐渐茂盛了起来。我们在盘旋的山路行驶，欣赏着车窗外阳光照耀的草地，牦牛在远处悠然自得地吃草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。哦，德正德正，这段路开的有点草原的感觉，真的。现在海拔4000多，然后在两个山的峡谷之间，有这么一大片的草甸子，哇塞，太漂亮了。哎，还有蒙古包哎。现在下午4点，我们看到了有几个蒙古包嘛，我们准备到那儿先把午饭解决了，记住是午饭，这一天没吃了，然后一直在拍素材，然后甚至一直在赶路。不过风景真的太美了，就即便没有吃饭，我觉得哇，这个都不虚此行。为了赶路，大家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午饭。看到不远处的蒙古包，大家都兴奋了起来。这里实际上是一片高原草场，我们远处看到的蒙古包呢，实际上是牧民搭建的帐篷。这个地方叫加旦湾，虽然这里没有任何信号，虽然地处偏远且海拔高达4100米，但是具有不错的接待能力。和牧民简单交流之后呢，牧民兄弟便开始忙碌起来，招呼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并且要给我们准备一个非常非常特色的美食。你猜是什么呢？来，咱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两个是这边大姐给做的烧饼，特别大的烧饼。然后这个里边有馅吗？这个烧饼没有馅，没有馅啊，没馅是吧？哟，这个看着就好吃，这个。烤出来的，真的放在炉子上烤出来的感觉。它也可以那个放在火盔里烧，它最原始的方法它是放在火盔里烧。放火盔里烧是吧？灰
火灰，嗯，对，嗯，但是火灰的话要特别多，是吧？然后它会很慢，然后这样的话它会那个快一点，但是那个口感什么的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嗯，对，都是一样的。哇塞，这个真好。走吧，咱们吃饭去吧。那个牛肉锅已经好了，然后还有给咱煮了一个方便面也 OK 了。OK， 走着。特色的美食就是正宗的牦牛肉汤锅。饥肠辘辘的时候，能吃着正宗的牦牛肉汤锅，看着帐篷外的风景，一天的疲惫都消失了。吃完肉再来一碗汤，这味道真的是绝了。除此之外，现烙的大饼配上自制的蜂蜜，至今回味无穷。特色，这个牛肉锅看着太棒了。闻着也香，闻着也香。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啊。滚蛋，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了吗？有肉，还有牦牛肉，牦牛肉，这个牦牛肉汤锅真的太好吃了，海拔4200的。牦牛肉汤锅，爽啊！特别爽，爽到哪儿了？这肉质特别好，然后这汤跟着这高汤，就自己家里做不出来那种感觉。当然有可能中午没吃饭，太饿了，哎呦，再加上这萝卜，再加上这些料，主要是这个环境和这个景儿，是吧？嗯。吃完汤锅，天色渐暗，我们便告别了牧民，不再继续返穿宝康路，而是往丹巴县方向走，找落脚的地方，计划明日的行程。几天的川西越野自驾遇到了各种不顺，见了太多的塌方、落石、泥石流，行车路上困难重重。而当地百姓常年生活在这样的地方，他们遇到的困难也远比我们多得多，就像刚进入宝康路遇到的一样，有些事情是人类无法左右的，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，越野穿越也是如此。为了看到壮美极致的风景，总是要付出一些的。穿越中的惊险、磨难以至于事故，都由 Plan B 可以解决。保持探索秘境的心态，留存心中的那一丝不甘，你一定会发现属于你的美，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等着你。下一集我们将从甲居藏寨出发，探访世外桃源莫斯卡，近距离观看网红动物土拨鼠，穿越困难重重少有人知的路线，体验高海拔的露营，观看漫天星河。这一路上又发生哪些有趣的事呢？欢迎观看下一集的驾寻川西，每周三晚8点，我们不见不散。